先介绍磁吸握把，由握把和隐磁片组成。隐磁片非常薄，通过无痕胶贴在机器上。隐磁片按视频的位置贴好后，将握把吸上即可使用，无需螺丝，方便拆装，手感很好，和官方的手感一致。接下来介绍散热器，20W 可以降低5度左右，28W 10度。第一款是 mini 款散热器，通过隐磁贴吸在机器背面，吸力很强，不存在掉落风险。插上附带的 Type C 线即可使用。总功耗只有 1.2W， 续航影响可以忽略不计。可以搭配 Joy-Con 手柄壳和一体握把壳使用。接下来这款是经典款，使用磁铁固定。磁铁通过螺丝固定在机器两侧螺丝孔内，缺点是不能再使用握把，所以已被 mini 款散热代替。如果又想要握把又想要散热怎么办呢？接下来这款散热握把一体壳可以解决你的烦恼，通过卡扣固定，拆装方便不松动。以上就是所有推荐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私信我。